YouTuber 一本正经介绍猫头鹰，延续节目风格，画风一转。枭在攻击猎物的时候，可以达到每小时64公里以上的速度。这种美丽而凶悍的猛禽，也被称为枭美禽。 影片放上 IG， 影片放上IG，更调出本尊留言用该YouTuber口头禅，这还真是不可思议耶。萧美琴打清明形象，凭空战这么陆战更会老家台南神学院，父亲曾是这里的院长。应该是冷千控一名，一鬼杂杀，是我第一次跟外亲的见面的一天。但是怎么看有学者在质疑，就民进党在美国这种风波是政治工作，还是那个？抱歉抱歉，走入台湾的心呐。不止国内选战要打，战火延伸到了美国外交家期刊《赖清德发言人赵宜翔》月初投书指，国民党在国防议题上非常分裂，一度要缩减一为一旗，声称蓝营反对不对称战略，立委试图阻挡部分军售，引来蓝营国际部的审政号投书反击。国民党将继续投资国防，直指赵宜翔刻意扭曲。虽然绿营的国防政策缺乏整体战略蓝图，而侯友宜若当选，上任10个月内会公
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柯伯吉发 X 文转发文章，更指出美国人必须明白，国民党不应该被视为只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投降的政党。选举到最后一刻了，就是大家应该据实的比较政见，而不是进行所谓的政治口水。蓝绿战火从台湾延烧至华府。TVBS 新闻顾守昌、洪富华、刘婷婷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